蛋壳的薄膜竟有助于伤口愈合，可以将蛋壳内的薄膜敷在哪一种伤口上，能够加速愈合的效果 ？A 水泡。为什么不是擦伤？擦伤已经有一个开放式的伤口了。我刚刚讲水泡，想说它是不是会也是有一种吸收的什么渗透压，把里面的水往那个薄膜吸？可能要抹盐吧，冰水出来了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